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韩服一日游第六集。好，今天要来玩新的那个宅尔，宅尔图。然后再顺便来看一下韩服的黑市哦。啊，我们台服黑市应该是要关了啊，稍微看一下韩服的黑市。哦，可以投标耶，投标1420，呵呵。啊，被标了。来标标看这把好了，1420看能不能标得到。哎，怎么这样呢？我看我把我的泰坦巨剑给分解掉好了，应该是0000。哎，不错，耶，现在有红利了，1900。好，我先来刻字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找哪一个是新官啊？应该是这种吧，有一个这个，应该就是新官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找新官，灾厄地图，新的关卡。哦，这有一个两人房的，稍微进去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哎，应该不是吧？对啊，应该是长这样才对，觉得，你看每次来做对不对？这应该是要钥匙，我应该没有钥匙。诶，可以哦，可以开诶，这不用钥匙。还是，对啊，它不用钥匙诶。好，那我们开来就直接开来玩了。只是我现在这个阶级有点，我开个简单二玩好了。啊，没有钥匙，我就知道。我找找，应该是这个吧。这个应该就是灾厄了，哈哈哈，被我猜中了。那就要挑这种。有人开始欸，简单一，不要玩简单一。这个人看起来有点边缘哦，那我们就陪他玩一下好了，他一个人而已。Go， 这就有四只王，1234关，他把他组在一起。苍蝇男，苍蝇男，苍蝇。哇，完蛋了，他没有枪。好吧。反正就这样打，就这样打。走。好，我有钱了。这关拿T7真的 OK 吗？哦，完蛋了。蹦蹦蹦蹦蹦。蹦蹦蹦蹦蹦蹦，完蛋！蹦，先补个血，幸好我补血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枪可以玩。看来是场硬战了，他会一直跑，锤炼没用啊！屁哦！哈，有用，一点点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哦，有加六了，哈哈。终于可以帮忙打输出了，真开心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兄弟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们有其他枪吗？螺旋啊之类的，丢爆吧，找你。啊，完蛋！变起来！变起来！干你娘！啊，完了完了，还是，欸，我反而没受伤。哇，你是一大哥欸，超 ban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哦，欸欸呦，幸好是简单而已，没有笨到去打那么困难。我真的把枪不要这样。欸，
我捡到，哎、欸，有捡到，幸好，幸好，还好有捡到。等他再蹦最后一次。好。哎、欸，他有送哦，这么不错哦。什么不早拿出来、欸？哎，这些人的武器，怎么都那么好？啪 ！GG， 灵宝箱喽。哎、欸，不在这里，要等他过一段时间。What the fuck？怎么突然有一种好怀念的感觉？拿起这种小刀的时候，第一阶段成功，接着挑战第二阶段。哦，完蛋了！我觉得他这样设置，他可能又有人会打到两三关，有没有？要打到要接下一关的时候就会跳掉。我刚好像按到 F1 哦，你们真好哇，加六血性呢！谢谢谢谢，真的。瞬移瞬移瞬移，隐形走位啊！完了，机关枪扫射，快快快，把那个关起来！这个人真是佛心来着，血性加六哎，这个财富是多么的稀有稀少。喷！不要，他又要在那边弄那个，他的机关枪。先把那个按掉。这个人有兽魔圣王，不拿兽魔圣王，他刚刚在那边拿虐尸具。哦哦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喷喽！没喷到头。我靠！那脚本戳，屌爆了！六哎、欸，这超六，真的超六！接下来就是等他下来了。你还不下来、欸，死不下来的、欸，待多久？我靠！1021 K 都他戳的，太扯了。啊！再接着第三关，第二关结束了，接下来第三关。嗯，哦，蹦，没有。我们只要靠那个脚本戳就好了，恰恰恰恰恰，你看他 K 住他点下爆了，厉害！
兄弟，别扫了，兄弟。别再转啦！哦，完蛋了！赢了 ！Yes！ 接下来第三关结束，第四关。飞天小象开始投掷手雷，嘣！这下他就不能用那个戳了吧？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这就是简单二，非常的简单 ，easy。哇，打完了，看一下，对，韩服是把这个强化限制给改回来了，这个。可以搜寻加六啊，加几的，然后把它改回来了。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到那个寂寞的武器。他不是有这个武器盒吗？啊，白痴，我这个账号没有啦。哦，我34等哦。而且好像是12月14号。是什么时候办的、啊？要什么时候办？还是这是提升限定时间、提升等级？啊靠腰嘞！我差一等啊，难怪没有。你拿嘛卡好？想说怎么就没有寂，我就没有寂寞的武器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韩服一日游的。第六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